窗外都是绿色的，到哪里都是。与其说是被绿色的树墙圈在了里面，倒不如说是自己闯入了这本该属于天地的园林。房子是两层的结构，布局上一楼和二楼的功能分配清晰，卧室都集中在二楼的小厅四周，这样楼下就能为起居空间大胆布局。室内面积很充裕，一共是320平米。虽然在这条街上可能并不能算是大房子，但对于他们四口之家来说，这个空间尺度把家人的距离调到了最佳的平衡。这里是 Epson 的33号 Wapiti Avenue， 你有眼光，我有好房。我们是 Kelly and Tim， 这里是五房三卫600大地双层双效网，全幅全围栏，周末开放，我们在这里等你哦。